Hi，Heidi， 今日呢条片咧就会系今年秋冬粉底第三支嘅一个 review 嚟嘅，就会系 Bobbi Brown 嘅呢一个升级版虫草修护精华粉底液，佢系玻璃嘅质地，系有重量嘅。咁同上一代嘅虫草精华粉底液咧嘅唔同之处就会系佢做咗呢个泵嘅设计啦，唔再系一个折嘅管状，咁所以佢使用上嚟咧系会更加卫生啦，同埋更加方便嘅。大家见到啦，我又系素颜出场啦，一样系会试上面俾大家睇下佢嘅质地啦、妆效同埋遮瑕度等等嘅。咁一样俾大家望下我嘅肤况啦，其实就同之前差唔多嘅啫，一样都系毛孔唔算太大嘅问题啦。是有痘印要遮和有个黑眼圈的，然后暗沉和有些微丝血管肤色不均匀等等。你看到呢，它是一个比较结的质地，但是呢其实可以好好的延伸性是可以好好推的。还有摸下去呢是有少少的厚度，好像一个精华面霜这样的，是有滋润感的。我这一边面呢就会用一个气剪扑去上俾大家睇，另外呢一边面咧就会用美妆蛋嘅，因为我觉得用唔同嘅化妆工具去上咧，呢一个粉底呈现嘅效果咧系有少少唔同嘅分别嘅。好啦，咁而家呢一边面咧上咗嘅效果咧，你哋会见到其实个遮瑕度属于中上啦，个痘印咧都已经遮咗七成噶啦，黑眼圈都遮咗一半左右啦。然后近镜去望咧，其实你会见到佢嘅光泽感强得嚟咧，完全唔会浮粉嘅，有少少嘅粉底液感觉，但系完全唔会觉得黐粒粒嘅。其实呢个粉底咧，就算你用手咁样去推咧，你见到都系好贴薄嘅。好啦，咁我而家两边面都上咗啦，呢边系用气剪嘅，然后呢一边系用美妆蛋嘅。你会见到上美妆蛋嘅呢一边咧，光泽感依然系好强，咁但系咧遮瑕力就会相对地减弱咗噶啦。个黑眼圈咧呢度都系比较深啦，同埋咧啲红印咧就未遮得晒嘅。咁如果你觉得啊唔系好完美，想再遮多啲咧，其实你系可以再加多一层上去，跟住推。咁其实呢啲红印就已经遮得晒啦，佢嗰啲遮瑕度係绝对可以堆叠。好啦，呢个汗袍位呢都係加多少少，咁就已经可以遮得晒。好啦，咁我化返个妆返嚟啦，而家呢就同大家讲下 Bobbi Brown 呢支新出嘅粉底嘅一个比较详细嘅用后感啦。咁距离我上底妆呢都係大约15分钟左右啦，咁而家已经差唔多 set 好晒，你摸落去呢係会有一种搽咗少少面霜嗰种感觉啦。如果以黐头发方面呢，其实佢有黐少少囉，但係你攞返落嚟呢度都唔会有嗰啲头发痕喺度㗎。你会见到呢佢修饰毛孔啦，或者係一啲抚平细纹嘅状况呢都係做得非常之好嘅。嘴角嘅呢啲位啦，或者鼻侧边嘅呢啲位呢都唔会话即刻起光纹。它绝对是一支保湿啦，又偏向滋润型的粉底的，但是呢它也不会润到你觉得粒黐黐这样的。这支粉底呢可以暂时，我今年冬天买了四支底妆啦，它是我用过最喜欢最喜欢的一支来的。你现在看到的颜色呢，可能你刚刚上粉底会觉得啊，你是不是买错色啊，为什么会白这么多的，你条颈又这么黑。当然啦，因为这排整天都出去，个人又少不免会晒黑咗少少啦，咁但係呢讲真嘅，佢係有嘟嘟嘅氧化嘅。我唔可以 exactly 话佢係氧化，因为佢唔係嗰种过咗某几个钟呢会变得又暗又沉。我可以讲话佢大約过咗半个钟一个钟之后呢，佢会慢慢呢去变返个颜色比较自然啦，比较融入返个皮肤呢，咁你就唔会觉得嗰个色差咁大嘅。就算我呢个天气出咗去十个钟八个钟呢，佢之后係会有溶妆嘅情况，但绝对係唔会用到一笪笪啦，同埋呢佢个妆效依然係唔错嘅。咁但係呢一定要是比较干性的皮肤去用，因为它的滋润感呢是一路都会持续有啦。如果你是油性皮肤，你会焗到出油的话呢，我想你要睇多少少不同人的 review 啦。咁讲返遮瑕度啦，如果你剛才睇我上妆呢，应该都会发现到它的遮瑕度是绝对可以堆叠的，是绝对可以完美咁样呢遮晒你所有的瑕疵，令到你块面望落去呢做到一个无瑕的感觉嘅。咁但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滋润型的粉底呢，我就觉得它
抗汗的能力呢就比较差了。我在这里拍片是一直都会飙汗的，所以你会看到呢它这里是会有粉底出来的。而且它现在这个很漂亮的光泽感呢就不可以强劲到你 set 了碎粉呢它都还可以透出来。如果你真的 set 了一层比较雾面的碎粉呢其实可以冚晒它所有的光的。那如果你说你想 keep 回这个光泽的话呢可不可以不 set 碎粉呢，那就要看你自己的肤况和天气啦。秋冬天比较干爽啊，不会出油啊，不会有溶妆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这个粉底不 set 碎粉都可以嘅，咁但係就唔好话出街八至十个钟咁耐啦。我觉得如果四五个钟呢佢係可以顶得到嘅。嗰陣味呢虽然佢冇讲到有薰衣草嘅成分。但係呢我闻落去呢係点都要係有陣薰衣草嘅味。我自己就觉得relax 嘅，喺我自己嘅立场咧，就觉得佢冇乜缺点嘅，唯一嘅缺点就真系买得比较贵，因为香港系卖紧570蚊30ml 啦，系要谂嘅，系要考虑嘅价钱嚟嘅。咁但系我自己就上网买380定390蚊咧。我自己打翻喺 info box 俾大家啦，俾条 link 你哋咧，咁我就觉得系抵玩嘅，但系加埋运费咯，因为大家都未必系会员咧，如果加埋260蚊运费，觉得喺香港自己试食会比较好啲啦。啊，同埋咧呢一类型比较滋润型嘅粉底咧，有阵时譬如我冇用碎粉定妆，跟住画眼线咧，呢度系会有个手握住嘅控嘅，咁呢一支粉底系有呢个情况，咁但系咧你推一推匀翻咧就已经可以接受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你好 concern 嘅话咧，就可能唔好握住喺块面嗰度画眼线啊，或者你系搵个 pop 咧去咁样揿住咧，咁样就可以避免呢个情况出现啦。好啦，咁呢个咧就系我对于 Bobbi Brown 嘅今次秋冬系列新出粉底嘅一个用后感啦。咁希望大家中意呢一类型嘅 review 啦。咁而之后咧就应该系最后一支底妆嘅 review 啦，就会系 Laura Mercier 嘅 Tinted Moisturizer。新出的版本啦，咁嗰一支其实就唔好 expect 会同呢三支粉底咧有一个比较，因为咧佢哋嘅性质系比较唔同嘅，咁但系我一样会做一个少少嘅 review 俾大家啦，系啦，咁希望你哋中意今日呢条片啦，如果中意嘅话记得俾个 like 我 subscribe 我 channel， 我每个礼拜都 upload 两条新片噶，逢星期六下昼3点同埋星期日下昼12点，好啦，咁我哋下条片再见啦，拜拜。好啦，咁而家个时间系大约9:30左右啦，即系我上咗个妆都有9个钟头噶啦。咁我今日咧其实喺室外嘅时间系非常之多嘅，由4点钟开始咧，我已经唔系喺有冷气嘅地方噶啦。咁所以佢可以维持到呢个妆效咧，系非常之满意嘅。你会见到咧，其实佢个颜色咧系冇氧化到变暗啊、变黄咁样嘅，佢依然系有呢种亮白嘅感觉啦。我系冇 set 任何碎粉嘅，系眼底呢度嘅啫。反而眼底 set 咗碎粉咧，系有少少干嘅。嗱，你近镜咧就见到呢度有少少干纹啦。跟住之后咧，其实个遮瑕到呢度仲有我谂20-30%啦，然后完全冇浮过粉出嚟噶，兼且譬如下巴呢啲位咧，佢依然系虽然甩咗啲遮瑕啦，咁但系咧绝对系有粉喺度嘅。要扣分嘅话咧，就可能系额头呢上半 part， 因为我一路出汗咧，佢就真系甩咗啦。咁但系咧呢度以下嘅大部分地方咧，其实啲粉底都仲係幾完整嘅，咁所以咧，呢個就係我對佢嘅持妝效果嘅一個評價啦。